谢谢叉啊，谢谢各位的这个虎粮，感谢感谢，抽个奖。欢迎来到王者荣耀，你出生在红色，捉一下捉一下，我只是个敌军，还有五秒，看能不能去反个野，请做好准备。张飞带这个手机呢也别反，全军出击，安琪拉清线也快，我们中路没什么线权，你这不用那一招。哦算了，他是个边路，那不行，来路与归途有时比想象中更接近。别让他来恶心我，好兄弟。真打呀，真打，左死，中路能抢一波吗？我反没有想到哇，可以啊，这就不进他魂了，因为那个辅助刚倒，倒了后他能帮忙守，没有必要进，好吧，我们就红开慢慢刷自己的上路，应该是什么技能都交了，因为他们这刚打完，我现在有大招了，然后注意这个安琪拉，安琪拉刚才是交了闪，那就直接中路来抢过线了，看一下他守的话他就没了，马可没进化， OK 我们绕一下，直接去把他们的野怪反应，因为我现在有大招，我的出路比较自由了，好吧，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打野啊，是个野怪，是个野怪漏这么多，这个张飞太肉了，没必要，两个猛男在下面这个嬉戏，我们就不管。还是要拿红，拿红好打一点，不着急。但凡存在，就现在线上都是优势，我们不急着出节奏，先把自己经济刷起来，是吧？我们也是个野核嘛。结果他在往上面走啊，那个云鹰在往上面走，他这个就直接被我拿了。其实他这样换节奏，他比较亏的，是吧？他这样容易把自己玩脱的，他相当于一直没刷，是不是？然后你这样的话，他的野区全部被掌控了，他没法玩了。你就不停的往他野区钻就行了。结果这个人这么猛吗？我们就直接把暴君给开了。你要开的差不多，如果这个云鹰犯昏的话，你就直接去，他等一下 红也要刷的，然后我等级比他高，是不是？我等级比他高，我等一下再去反他的，我留个惩戒，我去反他的红。这核桃之灵就不要了吧，人有点多啊，试试。啊，没事，我们开大招。大招已经好了。啊，你怎样的啊？啊？谁说嬴政没伤害？哎呀，好，是吧？他在我脸上浪，我站着我就模仿嬴政，我给他两下，这个腰包，中路线要有啊。或许我们可以创造全新故事。然后因为他的野区是已经被掌控了的嘛，对吧？我们就直接不停的反他的野，然后丢个惩戒一直锤他就行了。他站着不动，他应该已经放了。好吧，心态有点大。再说一下，跳了个盾给自己，算了算了，被拉了一下，大闪用完，好吧，框了一下，框到了 ，nice。那这样的话，我们再把这个野区刷一遍，然后他们家蓝是有的，好吧？需不需要回去呢？我感觉也不需要了，因为那个云已经放弃了。他拿这个惩戒是吧？拿这个惩戒我就不跟他支棱了。马上到。啊？他没放弃啊？他是被我打的时候觉得打不了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过去吼了我。
粘不住他了，那算了，我没有气了，我走过去是个嬴政形态。或许我们开始撤退，可以创造全新。我还是好好把自己钱刷够。请求集合。然后上路这个人，我们留个惩戒，看等下能不能动他。就这边打起来了，把他踩了波灯，没死。这里加个一技能过去，准备啃了。绕一下，一手惩戒是吧？留住二技能 A 死了，然后看这个下路这个人，马上一技能好了，先捉两口，聚个气，然后一技能过去，我包肯定能包到他的。好吧，他这个太尴尬了，他丢了个大招，我以为他要送塔，他一看这个距离不够，也送不了。他有惩戒的是吧？哎，我也有惩是吧？丢个一技能。哎，我捉你是有点慢的，你让我捉一捉，好兄弟。回去拿自己的红吧，算了，先把兵线吃了。开始撤退。就把红给拿了。他们打得太乱了，那个云鹰没有注意自己的发育啊。他到处想找节奏，你看我们打野就是只顾自己的节奏嘛，是吧？该刷刷，该反反，别的不管。上路就没有看，因为他不在我的进程里面。我又拿到了，丢个蛋，小撤一波，都框到了，但这里我没有大招了，我这很好打。这回血能力是有点难受啊，这搞了个吸血之镰半天没见自己满血过啊，这云中军这流血打怪太就是流血他不给你算回血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云中军非要出那个鬼大吸血刀才能感觉到明显吸血效果。这边又打起来了，我们一技能赶紧过去，好像有点包不到，哎，包到了，好，丢个二技能一手惩戒，他丢不丢大，他丢大也没用，我们不丢大了，好吧，这波他必死。掉血是掉的有点难受，不撤了，不撤了，有他们把中路给偷了，可以创造全新的故事。第一次回血啊，马可怎么死？被锁到了，走了个位，闪现拉开啊，这边苏烈很猛啊，你打到了，一波击飞，我想救你，我应该可以救他，他有被动吗？我来为你踩灯，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吧，别怕，有我，吃口药。又没血了，人麻了，发野回血太慢了，来搞个暴风看怎么回事。用二技能挡控，我末世了，我现在伤害特别高了，捉两口就基本上都死了。云中军就是不好的一点，清兵特别慢，对，有的时候别人兵不站一起，太激动了，一直手抖，抖啥呢？他知道是我的。请求集合。玩的挺好的，有事比想象中更积极。一心。下路还有一波线，我就带线了。OK， 我现在捉到一个基本上死了啊，还真有人，等等我，往上走，好，往回拉，不急，跟随心动，他们家红好了，我们去拿一下红啊，好，黏着别人打，钟馗那么勾一个，他知道我进红了，丢了个大招，然后呢，哎，我撑不过你，好家伙，
那我们去把下路这个人杀了吧，他好像还有大。我现在是个凡人形态，能把他顶回来吗？你有没有被动？我来捉他了，兄弟，你走了，好顶！哇呀！哎呀！等等等等！OK OK， 兄弟们，是吧？绕了一下，绕了一下，绕了个走位，看现在能不能把这个杀了。太帅了，太帅了，你帅，你帅。说的有点慢。我捉。抓抓抓抓抓抓！嗯，错了没？与天空同行。来路不归途，开始撤退。有时比想象中更接近。冷静，冷静。我怎么感觉倔强的他们好像还能玩？猥琐花艺，别浪！在哪？但凡存在，必有迹可循。An ally has been slain. Legendary. 以宿命终结宿命。哇，可以啊！哎，捉捉捉！啊，捉捉！坐坐坐！哎呀，不是吧？啊，我这个血怎么捉不回来？哎呀，我来路与归途，有时比想象中更接近。肉还是有点肉的，兄弟们，捉个爆，兄弟们。上路的可以，不着急啊，兄弟们，把鸟给拿了，都在里面。嗯，这是冷静，冷静。许愿的法则是。骗一下就行了。什么 ？OK OK。请求集合。我发现对面还是不输，挺扛打的呀。即使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没有点的意思，好吧？值得尊敬的对手，说实话。也留住，捉捉捉捉上天下来，一波一波。Nice。开 PR 为什么云中军？因为云中军强度不够啊。阿军吃线太慢了，他又要经济，但他吃线很慢，你没感觉到阿军去弄一手兵线挺难受的吗？这玩的挺好的呀，这兄弟。